姐夫，今晚去哪里玩？河内。河内啊？哎，今天能不能去河内看一下二妹的大学在哪里？去参观一下大学？这可以哦。嗯。哎，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二妹的闺房。哦，对对对。No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皇宫，皇宫很乱。皇宫很乱？什么意思啊？皇宫很乱。这随时房间很乱、就看一下真实的大学生环境嘛，顺便参观一下学校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哇，你别呀、啊，请吃饭，请吃饭，可以吃饭是小问题嘛，走，出发，可以 ，OK， 可以 ，OK， 走，家人们，现在去河内参观二妹的学校。还有他的闺房，哎，安哥子吃什么？就饭，安哥们叫二妹。他说去他学校吃饭。可以啊，去学校吃。他们大学生平时都吃什么？去看看。哎，二妹租房子多少钱一个月？大家人们猜猜。走，吃饭。我们现在来到二妹的学校了。刚好多学生啊。好多学生，在他附近吃一个大学生吃的饭。然后去二妹的学校看一下 ，OK？OK。Okay? Okay, 二妹，哎，去吃饭。吃饭走。姐夫，去吃饭。啊，到了。对，这是学生经常吃的饭。学生。快餐。快餐，我也喜欢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喜欢嘛？为什么？来，我进去玩。去看一下啊，这是快餐。大学生经常吃的，走，这里也有学生在吃啊。这个是学生的自助餐呢。对，好多菜啊，一二三四五六十二个菜啊，家人们也不少了。先打一个鸡蛋，然后虾。多吗？多，我要吃六个菜，家人们。豆腐。豆腐。三个。萝卜。不改。不改呀。不改四个了啊，哎，然后再来一个鱼，五个，再来一个什么鱼面，再来一个青菜白菜，不改呀、啊、不改，家人们六个菜 OK， 再来一个这个来一点点，加点牛肉，每个人试一下啊，看好不好不好吃。OK， 哇哦，这么大一盘，还有点啊姐，啊，四万我吃的，看看你们要多少钱啊？哇，你们也打了很多吗？对。你们的多少钱一份？我和二妹是三万。三万，十块钱不到嘛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平常的只是两万的份。为什么今天贵一点？平常只要两万，他说，那平常的话可能就是六块钱，今天他们你们两个打的是九块，我的是十二块啊，四万，开吃。姐夫好吃吗？好吃，我最喜欢吃快餐了。好吃，家人们，快餐。快吃完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二妹学校。OK， 多少钱？十万吧。三个人十万，还好。平常的话还不要这么贵。快点出来！到了啊，这就是二妹的学校。哇，好大！我学校漂亮吗？还行，一般般。一般般，肯定。漂亮吗？漂亮吗？你是没去过中国的学校。对，是没有去过中国的学校。你过来，然后鼓励中国。他说在这里也有中文系的，你啊？也有中文系吗？对，他说在这里，
啊，中学中文系了，还可以去中国留学。啊。永远去的，永远去，两个人，一二三，啊，三班婚礼结的还有。中国肯定有啊。那你去中国吧，你就知道了。对。买了什么？买了咖啡。咖啡。多少钱？快一点。一万五。一万五啊，五块。太多摩托车了，每个人上学都是一辆摩托车，一片一片的。云云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么多摩托车，他们下课的时候怎么找得到几千几万辆？怎么找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以前的话，我也是放那里，我就去蹲那里啊。啊，这样。但是啊，就是如果拿摩托车当课下课的时候啊，啊，最少要一个小时才出门。人少，你讲。摩托车很多，他说在后面也很多摩托车。这还只有一片啊，刚我拍了很多了，太多了。一个学校几万个人就几辆摩托车吗？应该是这样子是吧？啊，一人一辆。一人一辆，所以说以前我说过，他们的家庭只要上大学的，一人给买一辆摩托车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到上课的地方了。怎么了？你刚刚拍什么？没事，他说可以拍的，老师说。啊，嗯，我还以为你被老师骂了。怎么可能？大家看，对面在上课了。太陡。没啦，也挺大的啊，他学校。嗯。对。没看到什么美女。美女要看夏天啊。对，二妹的学校夏天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穿短袖。哎，对，短衣。对，裙子啊，哦，很sexy的那种啊。啊，他们学校就不要缺校服是吧？对，我学校就不可以，我学校要穿长裤，但是二妹学校可以啊。夏天的时候再来二妹学校玩，到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美女。现在去他的那个归还看一下吧，看他住的条件怎么样。Go， 去看一看。二妹住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小巷子里面。好怕。怕什么？去看看。走。啊，还有自动的门呐。你怎么住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地方？哇哦！大家看一下，进去，好黑呀！哎，这个啊，大哥，那怎么黑呀？他说这里也有空调。这个空调是干嘛的？这个都是坏了吧？给这个汽车降温呢？给电动车。二妹是几楼呀？几楼？九没。九啊，晴啊。一二三。三楼。对。三楼，太黑了。这就是真实的大学生居住环境。把灯开一下。快点。快点。什么快点？哇，这个楼梯好小啊。越南的那个房间都特别小，修的。楼梯也小，因为地太贵了。他环境太慢了。看一下。快！给他收拾。不给他收拾的时间。哇！看一下，哪里？这儿。哇！就他一个人睡吗？只有二妹我们啊。够不半个？两个人。还两个人。一里的，什么？木里的，什么意思？他说还有一个朋友。好。他说一女的。一女。对。哦。一女。
那就是两个大学生一起住是吧？嗯，两个大学生一起。这个大概有10个平吧，他们都不用床的，所以越南人的就是住宿都不用床。对，就一个垫子。垫子就好了。拜点么堂多少钱一个月？2点啊。还久。还久。200万，大概是600块钱人民币啊。家人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闺蜜小姨子的房间，大学生都是这样吗？都是两个人吗？对呀、但是他就比较条件好一点，有一些像有一些是3个人、5个人、4个人一起的。哦，那二妹还是土豪哎，就这么大的房间。对。好了，今天主要是带大家去看一下二妹的学校。住的环境，吃的环境啊，还学校的环境。那下个视频，云云准备考完驾照了，家人们，他想买国产车，什么车？什么车？你说想买的那个是什么车？50。50什么？50。50宏光啊。那个小小就迷你车哎。哦，家人们，50宏光，下个视频我们去拍，云云想买那个车。啊，然后他想把我们那个车卖掉，然后结婚钱不够，去看看啊，下个视频看看50宏光的国产车在越南卖什么价格，好不好？好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然后下个视频带大家一起去看，好，嗯，马上回北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